芒果都是梳头了，掉地上。你看那个趴着了，我给你。这个就是那个贵妃芒，但是个头的话还是有点小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去看那个金黄芒嘛，这个拿到路上吃。我今天一天我都没吃饭，我就走到那头过来吃芒果的。你怕不是等着吃芒果的？老实点吃啥子？你怕是等着去吃山羊的海鲜？我啥子说过？嘿嘿，我发现你老是踩我台，这个人点儿都不友好了，晒得脸蛋红彤彤的，是不是？我好热哦，这个地方，怪不得他们那个当的哥哥晒得那么红。我中午饭就这个了啊，等儿吃饱了，他上路。你叫我咋个去拼这句话噻？吃好了上好上路。不是，我是说这句话有内涵。吃完了，我们还要去看黄金蟒噻，金黄蟒噻，就接着吃噻。看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去吃三亚的海鲜。哎，你们说小二是不是有那个哟？真的是，咋个想的哟？一点都不友好。就是没带工具啊，吃得很埋汰。其实吃芒果还是，我觉得吃大芒果安逸。花起，然后坐到那个那看电视，慢慢吃那个牙签。像这样子吃的话，就有点不咋个淑女。给我卡了，你卡我嘴巴边边上，讨厌。你居然还能说出淑女二字，你咋个想的？这个芒果还是比较大的，哇，这个已经可以吃了吧？我觉得这种的可以了。等会儿，这个我等会儿来花啊，我再切一个。这个也可以了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吃，我再切一个，切皮了。基本上那些芒果都是可以下树了，然后下来之后，它虽然，哎哇，那个你看，这个好大。下了树之后，基本上三四天就可以吃了。现在它是硬的嘛，嘎，放一放它就软了。这个给它套起，我把这两个拿起来吃了。那两个颜色看起来好安逸哦。哎呀，哎，这个扒了，自然成熟，安不安逸？把这个，这个也扒了，折了。而且这个芒果还要排浆，你们看。这个是专门花芒果的刀，你晓得这个刀是我从哪儿买过来的？宜宾，就是从汉源我买过来的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下这个果果儿怎么样啊？它的口感，还有它的里头的水分的细啊，多不多？啊！而且我才知道啊，啊，芒果还要分公母，哪么个分还？等会儿我给你们说，我也是才晓得，好神奇啊！这个果肉很安逸。你给我划一下，这点像我在家还煮鱼白白呀，该划到。哎，我天！哎，真聊天了，我这个。有点太甜很了，我觉得这种我不喜欢。好甜啊，拿来我尝尝看。嗯，我还觉得是酸甜的哈，你可能熟透很了。嗯，是不是嘛，哥？味道还可以，还是。太甜很了，我觉得，我不是手哑巴巴的。这里还有半，哪个吃？是。你吃嘛？好甜，我的天呀！真的啊，你有个好甜。真的啊。真可能是熟透很了的原因，我觉得太甜很了这种，我就还是喜欢吃种酸甜味的。你中间有个紫色。你烂的嘛！哇，这把好甜！是啊，这种太甜了吧？好甜哦！这种是自然成熟，又本来也是熟透了，熟透了。嗯，这才是埋汰。哇，好吃！
还比我还吃埋汰，我现在油也多了。这有锅。好像是因为这边的光照的原因哈，在山顶上。这边啊，可以的，这边是好吃的，贵不了是的，两毛的。嗯。你自己回去再对比哈嘛。你看小二娃呢，嘴巴上一圈黄的，它像那个啥子不？嗯。